他练不了了，叫他来接的。东呀，我嘛嘞。就那后头路啊，那库房嘛，等七十年了，没回来的。那俺那库啊，把那那库啊，马拉的那库房，你想家里哪里？好。哎，会等东啊，说道理喏。好比好比贵。就那不，刚刚不拉到谁嘛嘞？叫他接的。没背嘛啦？那谁要接的？那谁要？刚刚背没？不拉嘛偏嘛嘞？那谁背的 ？OK， 阿舅妈。OK OK， 就那背的是啊嘞，没压一毛块钱呐。哎，那谁要刚刚的？刚刚领过来的。东呀。叮咚呀！哦呀，那谁背他的不？咱们那谁要过就背开的不？喏，对了不？叫个木拐杖哦。叮那谁出来叫过？叮咚呀嘛，搞了叮俺呀考过，就那路啊谁速度没有？就那不要拿来，叫些时间哦，就那不要讲。咱们都叮俺呀考的叫过，就那话叮哦，那谁背到的路啊谁速度没有变？喏，是吧？明天的多的。咱们第六秒叫老年的路也拿来的，对吗？拐杖你过来拿来路，叫他妈叫也叫拿来的路也拿来的。咱们那可惜啊，就那来天呀没水的就那谁速嘞？就那没水的啦，叮那谁？背他来照顾了，我说等东阳拿款啊，明阳要把老路钱拿来收表，路买这个让表转来呢。他们我说来，这东阳那边钱也蛮多不？我都我要改变的路嘛改了啦，我南古在一个皮皮，路等往东西站那改个皮皮，哎，等这话，这当阳没算，当那趟款款没，当那趟款款没吧，二六款了，喏，改那来嘛多多多，一千米那来嘛多，喏，就那这下路安改安，把那嘛嘛多贵喏，你照顾你照顾考文系的，背文系的贵喏。这一位考文系的，这一位背文系的，谁背文案的？将，下面说的有背的，没有都没有，晓得不？他那里拿来背吧，可能过掉过来都啊，拿不来都偏嘛吧，就那都偏嘛标吧，就那都刚才见了吧？哎，过不留，可能过三年，过三年，过就那偏嘛标吧，过刚才见都第六秒的就那啊，过偏背了，就那不会再演标的对了，过就那那会要你啊的啊，都标的，就那来标的，过来啊里都标才见了那个。就那来个机票，票子进来吧，过来，过来就讲的，谁奶奶看咱家的，几点么行？我那就那来有机票嘛，几点来有票嘛？两位票，看哪位票价吧，哪位呢？他俩不要嘛了，那谁要吧？那谁要不要嘛了 ？One two， 不要了，谁给他交了？我他妈第一不用了，我们说，第一不用了，就那了刚刚的呢，他问他朋友。哎，对门的呢，对门的呢，你白马白马把的一些的。OK OK， 别别买贵了。我都是白马，就这样，你过来呗。好了，我不打算时间了，不打算时间了。完了的。行吧，你们，谁接你们？不对了。